给我掉胡萝卜、马铃薯、胡萝卜、马铃薯、胡萝卜。こんばんは。玄関がガラ空きでしたよ。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黑猫乌鱼子。那今天要来玩的游戏是 Minecraft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玩 Minecraft， 希望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些合成的配方。那今天，我下载了一个地图，是叫做科洛维亚大陆二。然后它的一的地图我有玩过一下下，然后结果没有人陪我玩，地图又太大，所以我就放弃了。那希望我这次不会再这么快就放弃了，因为我刚回来玩 Minecraft 第二天，所以对这个游戏基本上就像是新的游戏一样。那我们就是把它放进去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喽。首先，我们来到这个一般的地图都会出现的东西，确保所有玩家集合在前进。不好意思，我只有一个人。是什么？选择难度，普通，困难。我们选个简单的好不好？刚回来玩游戏，不要这样虐待我自己。好，这个应该就是拜访他们的脸书跟他们的 YouTube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前往地图喽。来到了一个知名的地方。既然是生存，就是看到资源全部都要打掉啊，是这样吗？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需要的把它放上面。好，看一下这边有什么。现在是晚上其实我看到可可洞。因为它这里好像变成就是你要吃东西它才会回血，所以这些可可豆可以做成饼干的都需要，蛮需要的。夜间在这边工作会不会有僵尸之类的？哇哇哇哇哇！这个好像是橡木的，这个才是神木的。我要神木的做马，不要橡木的。像个没一样。这是一个火把，这是一个火把，来掉。这个是僵尸？不是吧，我连。亮的，看看亮亮的是什么？亮亮，这好多僵尸哦！快去找亮亮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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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宝箱吗？还是什么？新家吗？感觉可以，把它稍微修整一下。爆掉了！来，我们做个合成台。木棍，然后先做一
伐木，把我们家修整一下，不是坏掉了的意思吗？加这么多果冻，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要做这些奇妙的事情。听说这个，这张地图的有点困难，所以我打算就是使用一路往下挖的方式，先拿取一些基本的资源，不然我怕没玩多久就死翘翘了，就一直死一直死这样，然后死到最后就砍游戏。所以我们还是就是有时间的话，我私底下会一直往下挖这样。然后，这里推上去，看一下，这里还可以上去吗？它的亮亮的，哎，对。就不能再上去，好吧？那我们就把这边打掉，然后把它围起来好了。可以打的先打。物资匮乏，所以能收集都要赶快收集。好，那我们把它补起来，补起来。这里也要把它弄起来，然后做个楼梯好了。我们木头够，我们做个楼梯。三个，这三个够吗？好像不太够。六个够不够？那你是僵尸的手手吗？虽然我没有建筑的洁癖，但是我还是有的处女座的怪癖，不好意思。对，没有错，就是这样。家看起来有点比较漂亮一点点的，然后做个门，然后想要做一把剑去打僵尸。好，然后你的箱子先放在这，不需要的东西先放进去。暖门，对，这个丛林木我们想种在哪呢？先放在这好了。然后种点可可豆，
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还没对。呀！给我掉胡萝卜、马铃薯、胡萝卜、马铃薯、胡萝卜。好吧，不过应该也可以。树，还好没有那个饥饿的那个。它这里不会有那个饥饿度，所以它的腐肉是可以吃的，就会稍微跑慢慢而已。这里稍微收集一下，然后。在尸体下把它挖一个田，一开始进来生存就是要当个很勤奋的农工。来用腐肉打打看会不会掉比较多。有吗？有吗？有感觉掉比较多吗？我不紧张的话，我会有三 D 晕眩症，就是还蛮严重的。以前啊，在风上视频的时候，就是可以从晚上一直玩到早上，然后还不睡觉，然后可是我一停下来之后，我就要开始吐，因为我已经就是开始晕眩。哎，这是妈妈哎，妈妈，咪，嗨，大鼻子，你刚刚对我怎么了？我就说你大鼻子而已，你想干嘛？你要吃腐肉吗？你要吃腐肉吗？你妈妈哎，我还没有叫过妈妈。我离开那时候已经有妈妈这个版本了，可是我不太会叫她，我不知道用什么喂养她。你吃这个吗？你吃这个吗？你也不吃这个吧？奇妙。鸡蛋。哎，这是不是跟我们家一样啊？所以里面也会有，哦，真的哎。收走两个，等一下如果还是两个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弄成一个石头了，光石。呀，多一个，再来看看，哎，那里有甘蔗。顺便去把它收走。刚生出来就是不需要这么的勤劳，你知道，看到什么东西都要收。那些花花染料就不用收了啊，那些等以后再来收。
一些顺便探险一下，然后等一下才可以种田。就是这样子要干嘛？我也不知道。做纸吗？这个也不用地图的，也不看书的了。哦，附魔材料，也不需要那么多吧？把它拿来当那个叫什么观赏用植物。这里是不是他们的界限？就是在过去可能是某个地图，我记得我看地图的时候，他们好像有用这个当作个那先往哪边？这边好了，那边有马铃薯跟胡萝卜，这样我就可以养猪了。然后胡萝卜也是一个很好的食物来源，等等。嘿，我可以砍杀你吗？既然这么远就白杀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集就先到这里了。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还不错的话，请在下面按个喜欢，并且订阅我们。那我如果下次有新的一集出现的话，你就会可以第一个被通知到咯。谢谢，谢谢你们的观看，谢谢。